一 kg 的马铃薯才2块钱，菜市卖的东西真的比超市卖的更便宜咩？今天我们就来到 SS2 的这个早市这边，看看巴刹买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比 supermarket 卖的更便宜。蔬菜，如果是我的豆多少钱一 kg？ 这种是5块一公斤的。这里卖的马铃薯才2块钱而已。日本黄瓜。想问一下，这个黄瓜一 kg 多少钱？6块。Giant 的日本黄瓜一 kg 只需5块钱。想问一下，一 kg carrot 多少钱、啊？如果买中国的话，就一箱才15块罢了，10公斤。哦，10公斤15块。啊。这个 China carrot 一 kg 才3块钱而已。Sorry 啊，那怎样？你啥都给你买吧。Thank you. Giant 的老姜一 kg 只需5块钱。水果。老板，这个 lemon 的话嘞？我拿1粒半打34块。哦，一粒块半34块 ，lemon 一粒才1零几而已。肉类，拿这边，拿两条，一条多少钱？通常36块，应该是800-900啊，900他拿6块。这个包包 Hermes 在 Giant 一次只需6块钱。有小焖吗？有，多少钱？80块钱一 kg 的小焖在家宴只需33块。其实巴刹的东西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便宜，反而家宴卖的蔬菜水果还有鱼还更加便宜。这几样蔬菜水果都是 Giant LPTL 的长期优惠商品来的，尤其是这些 Giant LPTL 比心 logo 的商品，所以真心推荐大家到 Giant 来买菜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，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哦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它个比较高正嘞，哇，很大个哦，5块钱。我这包一吃，我都不要睡了。如果你。